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派对大来宾张靓颖。做了现在对的错的，我只能只认，心是痛的，怀疑你舍得，我悲伤的那么深，只放声哭了，何必再强忍，我没有选择，我不再完整，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，你只能默认，我要被割舍，眼看着你走了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就不公平，你不需要讲理，我可以离去。如果我成全了你，如果我能祝福你，那不是我看清，是我证明我爱你。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，我们好久不见的靓颖欢迎回来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靓颖。听说靓颖就是最近上节目虽然上的多，但大部分都是音综，是不是？所以玩游戏的现在很兴奋很期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觉得唱歌我现在就没有玩游戏那么兴奋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很期待。另外跟大家说，我们靓颖的这个光巡回演唱会正在全国进行，大家多多支持，欢迎张靓颖。谢谢，支持起来。靓颖先来选。我觉得杰哥但凡有意见的话都不会等到婚礼上来走，都走不到婚礼那一步。要不同意早就不同意了。非常有道理。我选这就是爱吧。这就是爱。对，这就是爱。这简直是婚礼必备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定是杰哥认可了他才会允许到婚礼这一步，对吧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杰哥会做一点效果，综艺效果？本来想做效果的，被杨和苏架那儿了。他说今天选了，到时候必须唱。我只提、对不起，杰哥完全没有听见。杰哥在后面好投入，没说没有。你知道杰哥特别可爱，他开始选之前，他以为大家会关注他在后面的动作，你知道吗？杰哥在后面做了一套操。结果你们在热情的聊天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杰哥到那个时候，他希望他最爱的宝贝要得到所有人的爱，所以他一定会选一个所有人都能一起唱的歌，所有的爱都给他。我们的要求是必须唱一句这个歌。我觉得现场就可以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这就是爱。我已经觉得我猜对了。哇，很有可能一击即中。那么到底这首是不是杰哥的选择呢？各位，三二一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我赢了呀。杰哥是这样的，不是的歌画五角星，是的歌画圈。哎，节目效果没想到吧。我刚没有听到这一句啊。这么会玩杰哥，是不是有一种空欢喜一场的感觉？但是我讲的是不是很有道理？你讲的很有道理，但是错了。哎，这句话蛮有哲理的。是这样的，反着的啊，只要五角星就不是，画圈的就是。没关系，我会再跟你讲一遍，没关系。不重要，不用，因为我不用被迫。好，不对对对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会拐弯吗？啊，你看这边，张，你看这边。我赢。我干嘛呀？刚才三秒钟之内到底发生了多少事情？
啊，对不起杰哥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因为杰哥拿盾了，我觉得泼他也是合理的。对，其实应该深度采访一下张靓颖。请问一下这位张女士，你当时泼我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想法？是因为上我脸上有光吗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是有光的，有水光。他在彩排，我也不在。刚才玩的不是我。没事没事，这是很正常的发挥，很正常。下面记住了，往那边，而且是咱只有赢了才能脱，输了不能脱。我刚觉得我赢了。你赢了，你怎么赢了？因为他看到杰哥拿起了盾，下意识觉得我们是赢的。是吧？好，哎，还怪你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你先坐，你先不慌不慌。这是这样的，因为呢，这是两位新人小白，对对对，这是两位已经可以参加世界比赛的选手，对，所以他们的速度已经快到这两位根本反应不过来。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们就这么玩，就这么玩。现在呢，谁也好不了，好不好？没事，没事，下一把输了泼我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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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样，要不你们俩在这儿了？那也是大可不必。来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破破破破，看这边！破破破破破破破！哈哈哈！他又把盾牌拿走了。杰哥怎么又拿盾？杰哥什么都拿，杰哥两个都拿走。杰哥又把盾牌拿走了。重要的是，那个盾牌刚我拿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要把它拿过来一点，因为刚刚太那边了。刚才开始之前，杰哥说他是攻击和防守模式，没想到是同时进行。我跟你说，刚才老秦内心有一万个，就是内心的情绪和自己的教养在做斗争，就觉得哎呀，摔还是不摔呢？别气别气，场上比分2-0，一次干一个事儿啊！来啊来，我想来着，没抢过他。老秦，你得赢啊！老秦，你就赢就完了吗？来，老秦。好，来准备，继续开始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破破破，漂亮，哎，看这边，破破破，漂亮，看这边，破破破，漂亮，哎，对了，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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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了，泼得好，挡得也好，这回拿对了，现在1-2，哇，杰哥好开心啊，刚才，他都不感谢我。他还在想下一把比赛。谢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好，来准备，丁程先进攻，2-1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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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打打打打打打，还给了老秦一巴掌。我发现了。杰哥遇事不决，我不管，先拿盾。他刚刚是在那跳吗？杰哥，虽然小丁没有感谢你，老秦可不可以骂你？他是在跳。把把没盾，我们这半拉袖子都透了。真的是，靓颖姐因为没有盾，只能拿手去打老秦的脸。把把都这样子抓。我还是救你了。我每回都来不及拿盾呢，没有盾，没盾拿。其实我很纳闷，如果播出的时候就说弹幕大军在做什么，把你的脸都盖满了，反正是全是盾。我觉得你心里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保护弟弟是第一件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想，他要是赢了，你就不需要保护他了。现在我不要再这样做了，3-1了。对，你不要再这样做了，你能说到做到吗？我可以。好，好，来准备啊，来三二一，看这个。泼泼泼，看这个，泼泼泼，这回没拿错啊，还在滴水，杰哥别凹造型了，可以拿走了，可以水全流下去，这太难了，杰哥刚说了我再也不拿盾了，然后弟弟又输了一把，又必须拿盾。好，现在场上比分2-3，可以拿走了，可以拿走了，丁程鑫进攻，来吧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
自己打。你长大了，老七。因为你再不抢，刚刚我看到杰哥又伸手了。你再不抢，杰哥就要抢走了。真的，我就怕杰哥想拿了吧你。你刚才一把虽然帅，你知道一个后果是什么吗？亮影一脸水。看这边。没关系，我们赢了。你们输了，输了，你只是赢了个盾。哪里赢了，姐？没事，他自救了。自救了，对。现在场的比分4-2。你被泡了吗？你被泡了是不是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好，老秦赛点了，老秦啊，最后一个机会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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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弟弟还是有点开心的，脸干干净净啊。加油啊，加油！好，来4-2，老秦进攻，好开心，咬住，咬住啊，老秦咬住啊。好了啊。来3-2-1，看这边，来喽！3-2-1，看这边，破了！看这边，破了！破了！丁程鑫、张杰拿下了比赛，恭喜获得了胜利。最后这一把终于张靓颖拿到了盾，虽然晚了一点点。我来不了，我来不了。靓颖姐，靓颖姐。你有100万个有漏洞，快说吧说吧，以后最赤裸。回答正确。文文又做错了什么？又打烂了。你猜一猜嘛，猜一猜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开放提示，头两个字，你说。我要。一个人要什么？你想想，每天被关着，我要自由。不是不是、哦、不是，我的错了，对不起。你看看关系着什么？关系着结果。你说我要结果，结果的中间会怎么样呢？你说我要结果，中间不要停留。你说我要什么什么再来过？对，回头。一回头再来过，一回头，他刚刚那个动作，一回头再来过。什么回头再来过？回过头再。我要什么？我要一转头再来过。一转，来完整的来一遍，完整的来一遍，从头到尾来。现在拼手速了啊！你说我要结果，中间不必停留。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。回答正确。队长跟你报告一下，这首歌3-0，这三小子一句都没对过，就错了俩字儿，我们都背了，我们背，我背的都露出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在外面。这杰哥唱完之后，亮用脸去打纸，放气了，不是脸，笑面如花啊，笑面如花，顺起来，顺起来，关。跑去江山如花，换他笑面如花。回答正确。我都唱出了儿歌的感觉了。